大家好，我是王楚然。大家好，我是传传传王楚然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楚然。哎呦喂，真是仙女人真好。哎，那个舞是你跳的吗？你还会跳舞？我就很喜欢他，然后所以他在我心里就是 S。我想风也不，他可不是真的小萝卜，他是一个小朋友的名字。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，我会等枯树生出芽，开出新的花，等着阳光。他走出来的就是南翔。我会等一场雨落下，把回忆都冲刷，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。我会等冬的雪融化，不山里的夏，就好像谢师，我其实第一反应不是摸头，而是护肚子，希望能把这些美的感受带到这次的致敬秀当中。身体比较扭曲嘛，那感觉就是团队那种合作的力量，就是让人还挺开心的。来这个舞台，收获到了一群朋友，加油，就很开心。谢谢我的队友们，王楚然，王楚然。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，背着所有星星，在梦里越长越大。因为就是。有很多珠玉在前，然后也有看过很多老师们之前表演的关于肉身的节目，然后其实也挺有压力的，想继续跟他们走下去。有请演员王楚然。她真的在我看来是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同性会喜欢那种。传传传，加油！我送你个健康。是的，国际知名的服装设计师。女人的味道是很大，还是不怕？不让我受委屈。可以说东方美学吧，它是美在深情的，对这个传统服饰还有一些礼仪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是最初来这个舞台的时候其实并不自信，然后我觉得 S 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。进组成功。我是很喜欢美的角色，但是我什么都可以演。对，更多的去关注在你的外在上，我觉得都是动力的，不管好的还是坏的影响，其实都是动力。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